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蒋胡威。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把整个吉他上的G点全部找出来。第一件事，你要先把你的食指放在第六弦的第三琴格。接着，我们把第三弦空弦音直接弹出来。再来，我们把食指放在第一弦的第三琴格弹出来。下一个第四弦，第四弦第五琴格，第二弦第八琴格，又你妹，第五弦第十琴格。第三弦第十二琴格，第六弦第十五琴格，琴格第一弦第十五琴格，第四弦第十七琴格，第二弦第二十琴格，第五弦第二十二琴格。所以你已经把所有 G 点找到了哦，这个吉他上所有注意，恭喜你成为 G 点大师，赶快分享订阅按赞展护卫，感谢 Jumi， 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 Hi man，Hello everyone, my... Hi everyone. Hi guys. Hello guys.